原生营养好成长，妈妈上班真放心。本节目由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冠名播出，助力妈妈更多可能。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争取助播权，开始。太好吃了，想糊弄人。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啰嗦，太啰嗦了。42片八盒，给不给力？给力，完美。逆袭，哇，一个天生的主播呀！来了来了。没发现破损了吗？哇，救命啊，库管在吗？要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吃了，因为这个摆盘，谢谢。主厨意识正在觉醒，就是我都愿意给我的婆婆去下一单，真的，姐妹们，真的。哎呦，邮件啊，没下文，什么邮件 ？C 呀、啊，我真的无法认同。我是 B 呀、啊。哦，是到了一个瓶颈。原生营养好成长，妈妈上班真放心。本节目由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冠名播出，助力妈妈更多可能。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孩子成长有迪巧，高手妈妈有高招。本节目由进口盖领先品牌迪巧指定赞助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索上班了妈妈，齐全好药护全家，妈妈上班更安心。欢迎来到全网首档女性成长观察类真人秀上班了妈妈。QQ 星原生营养好成长，妈妈上班真放心。本节目由自带 DHA 的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冠名播出，助力妈妈更多可能。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为了遵守防疫政策，我们这次依然是云上录制的方式。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的三位老朋友：玛丽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徐艺洋。Hello， 大家好，我是徐艺洋。重点介绍一下新的朋友何超莲。Hello， 大家好，何超莲，欢迎。何超莲是一位青年企业家，想请问一下，第一次参与这个节目，你有什么期待吗？我是在对，就是知道有很多妈妈，然后他们在上班，他们的时间就是安排得很妥当，然后回到家也是很井井有条的，所以想要知道看到的跟我听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个只是看起来井井有条，真的。上次我们是跟于大三八女神节直播完，然后大家评了级，丁小婷拿了最差，白雪拿的最好，我觉得那就是白雪的战场。是的，有人欢喜有人忧，来我们一起来看 VCR。小英开车，小英开车，慢点，一会儿见。嗯，拜拜，拜拜。呀，啊，我们是第一、第二名。哎，有礼物哎。对呀、啊，昨天公司说的给我们的三八节礼物。哇，这不是我哎，这不是我的电，这乔一的、哎，这不是我的。哎。一二三四五，哎，啊，直接，啊，多了一个，那是新的，是多了个人吧？咋呀？咋呀？怎么又来个本儿？这他也不知道，他也怎么自己我也知道的。怎么了？那是你的吗？啊？这是谁啊？你名牌呢？天哪！他的神色一点都不轻松。他心里有点忐忑，神神秘秘。Hello， 宝子们。Hello。看一下那个别人的直播啊，短视频什么的。Oh. 好。小婷，我们来聊一下。
如果是我，心情都要爆炸了，太害怕了。就是在于大那边表现的情况，你自己讲一下。就是说要争取这个助播的位置的时候，我好像还以为就是一个随便的一个直播或者怎么样，就没太当回事儿，没太重视起来。这个检讨做的有点给自己继续扣分的感觉。然后确实准备的不太充分，有点掉链子。看到他们组那么忙，很卷哎。来一遍。哎呀，不想顺了，都讲恶心了，看看就算了。竹炭纤维，竹炭，太好吃了！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螺蛳粉？我的感受就是，那种盐的成分还是蛮重的，那种氛围太强了，就是感觉人家是傻子。没有那么出彩，就比较平。从我的角度上来说，于大公子在咱们公司。顶顶的人了，然后这种机会我其实不大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让人看到你不努力，而且这种助播的氛围啊或者干嘛是不是没有融进去。对，是有点，就还是准备不够充分吧，也不给自己找借口了，其实确实是没太准备好。在那一场的表现里的话，可能觉得你是不是要尝试一下运营岗，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不用考虑，我是来做达人的，我不是来做运营的。你是觉得丢人吗？还是不是？就是因为一次表现不好就要岗位调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挺不能理解的。但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办法重来。其实你做职场多久啊？这就很现实，可能跟他的预期很不一样。那这样，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一下。那你先回去，我先安排一下我这边的工作。好。但我觉得他态度不对，我刚刚听他就直接刚说我不考虑，就有点硬了。那种盐的成分还是蛮重的。你做职场多久啊？就很现实。吃啥？吃啥饭？吃吗？给你一块点。我不吃，我不吃。Are you okay？ 被领导批评。他问我要不要转到运营岗。转到什么？运营岗。你也表现可以啊，为啥说你不行啊？我已经两次 C 了。方总还挺好的，还找就是约谈呢。方总，哎，坐。他们说你被转岗了。觉得可能你不适合当主播还是什么？你什么这个心里这个不同的意见，你都可以说啊。好接地气啊，这老板。就我跟飘飘说，不太能接受，有点太突然了。但是我回去又想了想，
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然后想说直播中的想跟您探讨一下我直播中的问题。你以前你在家里做的时候，你一个人大包大揽嘛，那现在全部精细化运作了，精细化运作以后这个戏的点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说所有的用户他在成长，平台也在变化，对吧？市场也在变化，我其实还是建议你去运营岗位上体验一下，给自己一个换位思考的机会。就跟你以前是女孩子，对吧？你现在是妈妈，那你角色互换了，那今天你也可以转变，你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这个道路给你铺好了，只能是沿着这个道路走。比如说你以前做直播的时候，你可能只做了60%，但是你运营岗位做完以后，你再回去做这个主播的时候，你可能能做到90%，啊，就这个就是差别，不是特别坏的坏事，你懂我意思吗？好，好，那我们去加油。我会加油的。啊，加油加油，来给你放一下。还挺珍惜人才的。我也回想了一下这些天自己的表现，就自己真的能力不太够，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我觉得丁小婷她最大的问题在于说，就像刚才飘说的，你在面对于大这么顶级的一个工作场合，你竟然还觉得说我可能那时候没在意，我以为只是平常的直播。她觉得没那么重要。那请问在你眼里什么叫重要呢？你都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你都没有认真，我再给你10次机会，你也是这样，有什么用呢？机会就只有一次，要给有准备的人。其实他不算是从这一个就把他降级了嘛，他又不是把他炒掉，他是让他换到另外一个岗位，对于他来说是好的呀，去涉及到更多的领域。那对于你以后的主播这个角色的话，你会更容易去知道怎么样去安排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好机会啊。对，所以所有的这个职场人应该很清楚，机会不在老板嘴里，而在乎他是否有不可取代性。哇，这是谁？哇哦，好精致啊！他应该是新来的那个吧？啊！来了一个大美女。跟大家同步一个事情，今天上午我跟小婷聊了一下，我们俩觉得说可能她做运营岗会更加的合适，所以接下来呢，小婷会以运营岗的身份，然后跟大家在一起工作，好吧？欢迎欢迎到我们运营，你看白雪多棒，马上把气氛给她缓和了，多一个竞争对手，多了一个竞争对手，真的是。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达人岗的新同学，叫晶晶。大家都感受到了压力。Hello， 大家好，我叫孙晶晶，我是心大嗓门大的山东大妞。我是一名演员，也是一名时尚博主，积累了几十年的穿搭经验呀，还有护肤经验，经常分享到我的账号里面。但是呢，我是一个职场小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我，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跟你们一起奋斗了。欢迎欢迎。好，全是有梦想的女性坐在这里。女人不管是不是妈妈都应该在职场，你要活出自我。我天生是一个比较有分享欲的人，想让更多的人来认可我，所以我今天就来这里了。好，给你发一下工牌。好，谢谢。好的，那这边啊，那里 VIP快！哇，你好高哦。还好吧，168。168，那看着非常高。哇，很高，好漂亮，难怪可以，对，做服饰穿搭。这身高可以，真的。这身材可以啊。哎呀妈，你这身材！我们走了，再见。没有啊，你们都很瘦啊。他说了句你们都很瘦，这句话好扎心呀、啊。我就注定我是最后一名了，我这个身材什么颜值根本就没办法。我们是靠智慧，好吧？智慧。好的。不要这样子 PUA， 不要改哦，说的肤浅。哎，好嘞。接下来我们呢进入一个账号孵化阶段。我们会分成三组，
最后是按粉丝数排名的。我们数据做的较差那一组呢，可能会面临账号拉停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这次的工作。然后有三位达人，然后每位达人会有两位运营，然后这个呢分组是由大家自行选择的。然后现在由达人把我们的牌牌贴上去。这次好像要打乱了，怎么自行选择？是现在就可以选运营吗？达人先贴，然后运营根据达人。哦，运营再自己贴。对啊，又是被选择，上次就没人选我，只有白白选我。我不是人吗？只有白白选我啊。我说只有你选我啊。那你说我这次选还是不选呢？我觉得可以浅浅的选择一下。OK， 接下来呢，我们运营商量一下，然后自行分组，加油！来，不是，我是觉得就是主播先说一下方向，自己想要什么方向，所以你们三位达人就请把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自信的、特别擅长的给我们讲一下。我擅长美妆，然后上那儿去，快去，上这儿来，上这儿来，来来来，你看融入的也很快哇！哎呀。哎呀，好自信。好嘞，我擅长的是穿搭，然后美妆都非常的在线。嗯，好自信哦，真的非常的在线。现在有自己做了两个账号嘛，就是有一个是新号，每个视频大概三四分钟，但是播放量已经到了800多万。哦，嗯，对，这组一定很强，我感觉。选我不会错的、啊、比如母婴男士用品那些你有心得吗？那些没有研究。一般我擅长的我都很自信，我不擅长的比如 PPT 之类的我就完全不行了。 PPT 谁有强音？我来了。 PPT 达人这个来了。 PPT 大神来了。那粉丝的这个年纪年龄年龄大概是什么20到40之间吧。你都不看的？我都没有看，我就看数据。对，所以我希望我的运营很细心，可以跟我互补。嗯，然后技术类的要强项一些，我可能差一点。我怎么觉得你在轻点我呢？怎么办？速配速配速配，锁了锁了，两要这样牵手成功。牵手成功，牵手成功，牵手成功。经典我，他就说技术类的又很细心。对对对对对，我之前也带过演员嘛。啊，真的吗？对对，太好了，来吧，来哦，倒着。啊，乔伊会喜欢这种自信类型的。大家好，我的强项就是做母婴。我已经起过两个号了，全部都是做母婴的。我比较擅长的方向的话可能是偏剧情一点，我希望找一个就可能稍微稳重一点，我需要一些稳重的思想的输出。你在 Q 我？是的，磕到他俩的 CP 了。哎，那你建议做其他的类型吗？比如说，如果说运营有很好的思路，我是愿意的，因为我这几年可能我一直是框在这里。就比如说，你让我忽然转护肤美妆，我可能不太擅长，但我的表现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就如果你可以给我一条很好的线，你能够做，我就能够做。对，真棒！我的表现力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相信我哦。Pick pick me 哦 ，pick pick me， 好可爱呀他。他是96年的，96年的，哦，天，叫阿姨吧，姐姐，敞开了聊，求你，敞开了聊啊。大家可能对我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某一个节目，然后我的感情世界已经公诸于众，对吧？感情困惑这个事情肯定是伴随女性或者男性人生很大一部分时光的，可能1/4都会有感情困惑。我倾向的品类情感项转化上，我觉得可能考虑是说我们生活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更健康，更美丽，更动人，由内到外的自信。哦，我是这样想的。很好。所以他打算做一个账号关于离婚。不是不是。那接下来的环节选人。太吓人了。这种被选择真的蛮忐忑。达人
有没有想优，就是想自己主动选的？因为我感觉做配合还是达人是主导。对对。那我觉得莎莎可能因为她也是单身女性，可能对这部分人群有更多的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是啊。然后就是我的队友。我以为他不要我了。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可能乔伊跟那边 PPT 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不希望你身边就是一个熟人都没有。哟、哦，这个好好哦。是，我需要你。真的吗？我真的需要你。你之前有直播过吗？我就是播过一次，是跟我的好朋友，当时在线一万人看。一万人，第一次就一万人。一万人。而且美妆和穿搭都是受众非常多、啊，很棒。他之前是达人岗嘛，他有蛮多主播经验的啊，那太好了。我主要是做 vlog 的啊 ，vlog 是的 ，vlog 植入是最好的。对，就什么产品都能植，非常对。你们快选吧，太吓人了，我已经不行了。哦，直接贴了啊。那你们开始选吧。你选晶晶，晶晶是吧？我选晶晶，对。那我就，我选你好不好？好的。我选这个吧。可以可以可以，完美，正好，三，正好。可以，对，成功。他们之间的搭配，你觉得合不合理？孙晶晶跟这个丁小婷，还有乔伊。而且乔伊是主动选了孙晶晶，我觉得他不是为了选而选，他其实是说只有我才配得上像你这么高傲优秀的人。对，我跟涂老师是同一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未必能帮到他们，因为他胜负心可能会很重。对，我觉得他们仨会非常精彩。嗯，真的。孙晶晶从那个进门口开始，我就看其他的妈妈们脸上的那种色彩，妈妈们内心深处可能有点抗拒，因为她感觉根本不是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如果我的团队或者我的工作地方来这样的一个人，我就用一个动作来表示。本来我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这样一个人来，我就会。对。不由自主地翘起我的二郎腿，就等着我们要开始较量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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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就是他直接用直播起号的方式，这个东西是苦思冥想，特别难。我们来看看谁更有创造力。宝子们进行好分组了吧？好了，你看我们都，哎，我带人来了。哦，有外援了吗 ？Hello， 我给大家请了两位老师，这位是凯尔老师，我就是一直在仰望负责艺人的短视频，然后直播也有在负责，就是比如说博智姐的账号就是我这边负责的。张柏芝那个账号做的还蛮好。我叫韩宇，然后我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主要的短视频团队负责人，然后等一下可以大家交流学习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四点半之前要交一份视频账号的孵化方案，然后呢以及第一条视频的一个脚本策划。啊，这么快。然后呢现在以小组为单位，然后可以跟老师们进行交流。来吧老师。这个老师是吗？好的。Kara， 你紫色毛衣我们在电梯里就遇见了。对对对，缘分缘分。圆圆可会那个跟人拉近距离了。对。还有一个阿飘老师，阿飘老师。好的，咱们走。走。就是我们不能被他们的气势所打败，好吧？必须的。我可以随便说吗？嗯，可以可以啊。给他做一个30天相亲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很多女孩就是被迫去相亲，但是那个吐槽的点特别多。对，真的是不行。对，那这个方向其实还不错。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开始这一个系列之前，他需要有一个视频去重新介绍他自己吗？需要。他是一个新号。你可以讲讲，你认识老王之前是什么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最终为什么决定？哦，我在19、20岁的时候认识老王的，那是我的初恋。小时候是个超级自信的一个人，所以我在24岁就参加超女了。老王给我特别特别多的支持，在我22岁的时候就向我求婚了，然后我爸不同意，因为他年纪大我太多了。对，啊，你们差几岁？10岁，10岁是吧？对。后来我们结了婚之后，36岁我就开始抑郁了。因为中间我怀孕了，后来那个孩子就是胎停孕了。哦，在，哦天哪，这是个点，就对，所以他们不是说感情出现问题，而是他本身的一个情绪出了问题。后来，就我跟他提出离婚了。哦，他自己提的。当时其实就是生活里的琐碎的东西压垮自己嘛，包括那个胎停啊这一些。对，是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嗯，对。刚刚提出离婚，没有几天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天哪，太戏剧了这个人生。然后到7月份我就回武汉开始养胎生孩子。我生孩子的时候170斤，我生完他我有150多斤，我非常的重。等一下，你这个瘦身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啊，对，这是产后恢复。对，我们家这个达人太厉害了。OK， 我觉得线我们捋差不多了哈。好嘞，那你们就自己写具体的脚本。对，反正这个方向第一条一定是能火的。嗯，我们思路还是很清晰的，那就加油！我对你们超有信心。谢谢 Kara， 谢谢 Kara， 拜拜，待会儿见。嗯。我觉得他给我们好大信心哦，他对我们有肯定的，是的。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主意，我也觉得好不好？我现在把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总结一下，你想想你都有什么照片啊？哦，好，哇，好帅哦，他们配合好默契。第一个点是在于我们先定一个账号的方向，就是每个账号都有标签嘛，咱们自己的标签准备做成什么样？其实我给自己定位就是时尚博主，又有穿搭，又有一些美妆输出，对吧？护肤和穿搭其实都可以啊，不行，那不能乱。这个是从运营角度来说，护肤就护肤，然后彩妆就彩妆，穿搭就穿搭。人物穿搭就是我们是以表演带动我们的产品。我只能提供一个支点方向，就是服装穿搭类型涨粉极慢，非常慢，点赞也许很高，但是极慢。我是2014年就开始做服装，服装的账号起号非常非常困难，很难报。但是美妆，如果你是新号，在那说1分钟，别人也不看了。我刚才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穿搭，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有很强优势的。我们是这么想的，因为先以吸粉为主。我拒绝的点是在于真的很慢啊，很慢。这边开始争执了，已经很多很多个视频才能做爆一条。仿妆呢，就形式感很好，那种仿妆呢，对。但是妆呢，可能会不是特别好消，护肤特别好消。那我觉得抗老是最有说服力的，抗老可以啊，因为很多人喜欢看。对啊，因为地球引力人是往下走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提升提升再提升，而且很快。如果你做半边脸说服力特别大，我有过一条就是做了半边脸唰提上去了，两个脸是歪的。哎，咱们就搞这种，就对比性很强。对，就是因为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有一个大反转，然后让大家才能看到就是这个东西的实际效果。那我们这个就绝了，我们应该是第一名。好的，那加油！加油！加油！干杯！加油！干杯！加油！行了，必报。哦，我觉得这挺好的，这个很多人会愿意看。我最开始想做的东西是，就是那种像 Girls Talk 一样，就是三个女生做出来，然后是输出观点，然后是偏搞笑的。嗯，而且三种观点的话，会有三种人来支持。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建议你们就是尽量把内容这个点确定下来，因为等一下你们可能要 PK。我现在去写去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抛话题，这个的话要带孩子。我们的时间控制在60秒以内，还有3分钟，好紧张啊！快，迅速的顺一遍。时间是差不多了的，我们先一个组一个组进行汇报，方案过了的就可以优先获得我们的摄像和剪辑。好的，那
那我们三个先进去了，你们自己决定一下谁先进来，好吧？好，我们先吧。啊，可以，可以，还是一个一个嘛。嗯，可以，好吧，走。行，我们在最后看一眼，没问题，下一个就咱们进了啊。可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朱亚琼新号的启动策划案，账号的内容是30天相亲计划，账号的名字是朱亚琼，横杠再出发。账号的转化方向，我们是打算从婚姻的感悟到生活方式的分享、美妆护肤以及产后修复。现在让莎莎来给我们讲一下首条短视频的内容。我们首条的视频内容是以一个图文的形式来呈现的，讲一个女孩蜕变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这些是我们罗列的一些关键字，比如结婚、离婚、有小孩，最后是她决定重新回到职场，在新的节奏当中捡回了自己的自信。我们还有后面的内容策划，给大家简单的陈述一下。我们从第二条短视频的内容呢，就是开始用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呈现了。视频的内容是：我是朱亚琼，我要相亲了，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收入，我只有一点要求，我希望和你一起吃早餐。以上就是我们朱亚琼新号的启动策划案。哇，我鸡皮疙瘩都来了。我们现在就决定。在我看的话，它账号名称、详情、视频的结构，然后以及它有数据支撑，还有它有故事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非常非常完整了。我觉得你们策划案有具备吸引大流量的一些噱头点，那包括故事线，我觉得是非常吸引人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你们团队的氛围，团队的配合是分工非常明确的，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再一点就是营销点都想好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运营方案的一个点。好的，我觉得可以开拍了。好的，谢谢。我们的设备机第一组，恭喜。恭喜恭喜，这里看起来好高级，恭喜恭喜，真的很棒，真好，很棒。然后设备机用一个移交，希望全部落地吧。哇哦，外面的人压力好大，他们通过了。哦，压力好大。我来过吧。来了来了，正走吧。呀，他们进去了。哦，他们抢先了。哦，听到你们成功的呼喊了。那他们先去，先去吧。好，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这 ID 的话，我们会叫“辣妈茶话会”，就是浅谈女生关于婚姻和育儿的100个小秘密。讨论的是宝妈最关心或者最纠结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该鸡娃，孩子被欺负了你怎么做？是全职带娃还是回归职场？包括一些你作为妈妈的穿衣自由。对，我们的句式其实就是很简短的那种金句加观点输出，然后脚本的时长是差不多是在1分半左右。我就觉得刚才听下来啊，就是说实话有一点点混乱，和咱们可能自己本身没有讨论清楚。咱们三个人，三种观点，比方说我们在40秒或者50秒的时间，是不是真的能立住这个人设？这是个问题，说不清。对，视频时间是不是有点过长了？就是有1分半钟啊。然后整体听下来，我觉得前面主方案的话，比较像一个就是段子。如果是一个段子类型的内容，它的人群是比较泛的。然后比较低年龄层，因为它粘性不行，就是咱们如果以后规划是直播带货的话，它做的足够垂才能有足够强的粘性嘛。行，那我们再讨论一下，我们再想想。辛苦啦，辛苦啦，感觉没人家上一组气势强呢。我们也要自信满满的出来，加油。哇哇，so easy 啊，姐妹们。下一组，欢迎下一组。他状态很好，因为他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啊。是的，看他们开心。走。Hello。好的，那我们开始吧。Hello，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们是晶晶爱美丽组，这是我们的主播。
我们的达人，我们经过讨论，根据达人的特点呢，最后定了是做大时尚类的账号，主要是37岁的精致辣妈的生活方式，因为她本人也学过表演，那我们就希望以表演来带动服装搭配的这样的方向。哇，飘姐不乐意了。但其实啊，我在想，就是精致辣妈、高挑美人、时尚感强，这种人也很多啊。为什么她会出跳呢？我现在写到这儿，我就觉得这种人太多了。而且像那种变装，你也很合适。咱衣服又多，随便。我觉得变装其实大家会很想看，就是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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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推翻飘飘说的。我不觉得。他太自我了。对啊，真的。第二呢，就是后边呢也会做一些，比如情感向的一些阐述，就是拉动他和用户之间的距离。No. 然后第三个就是生活类的内容，比如说幕后揭秘的 vlog 类似那种东西，用这种内容呢，然后引起观众的兴趣，这样子他们就会点赞关注啊。以上就是我们的策划。Kara 老师先来。看老师都不愿意说话了，他都没看清楚阿飘的脸色。我这边有一些疑问点哦。我听下来感觉你们好像规划了好多个点。然后我觉得你们的整个规划里面其实人设是不太鲜明的。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做自己你个人的 IP， 希望吸引到更多的粉丝，我建议是更挖掘一些你个人的属性，然后把你更多的你价值观的部分也好，你生活方式的部分也好，可以融入到你的视频内容里面。这个脚本形式就是去年已经，前年甚至都已经火了，就是这个形式实在太普通了。对啊，一开始那个特别好。对，在最早其实我在跟他们沟通的，我大概说了3次，我说如果做成这样子会很难，我也希望你们听听其他老师的意见，因为我们可能做账号做的时间比较久，就我们三个人可能都会觉得目前这个情况会很弱。所以我们现在脚本的问题是有点太简单了，形式不够新奇。就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展示的点太多了，然后反而挑了一个就是最普通的。本来我们应该是个兔子，现在变成乌龟。就是我觉得形式可以更猎奇一点。刚才我看那个脚本可能还是很常规的一些。不，就是美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都是有吸引力的。乔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点并不吸引人，就是我们直白的讲一下，就是真的不吸引人。那我不认同。那不吸引人怎么条条的人家都是好几万的赞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账号，点赞也许很高，但是非常慢。按我们现在来讲，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提供 idea，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而不是一直说我们这个不行。哇哦！我们不行 ，OK， 没问题。那我们怎么调整到行？提供了你没有听啊？我们说过了，我们有提供建议啊，就是不要有那种代入感，好像他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方案不 OK。没有，我们不是说不 OK， 我们是觉得说把它放到后面也是可以的。哇，他真的生气了。哦，他在意的是别人说他不行，他完全听不到前面别的了。那的确，你得要接受别人意见呀。那我们先改一下脚本吧。好的，我们会等着，会等着。好，谢谢老师，加油，加油。对，就没有想到冒出来的是乔伊，然后乔伊直接就杠上了。我总感觉乔伊是一个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拧子的事儿。哎，对，他完全没有说我要听或者是飘飘的啊任何人的意见，告诉你我乔伊就是最棒的，我的想法就是最好的，就是他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其实是告诉你们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对，是的，就是他是一个极蛮矛盾的极强极矛盾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吧，像乔伊这种同理心很差的人是不适合做短视频的，他一点都不敏感，他连周围的同事要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观众要什么？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位的意见，对于朱亚琼在前面的整个一段短视频当中全部用的是自己的私人情感故事，你们认为这样妥否？他只是短视频，就是刚开始的嘛，就对于新的观众来说没有过度在消费，他只是消费了这一次，就这一次的话我是 OK 的。我反正不买单，他的那个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感觉一直在卖惨，而且很难卖产品吧，你怎么加在里面？我期待的是我希望他找一个男朋友。我发现我还挺八卦的，都在看很喜欢，不管你到什么年龄了都喜欢恋爱的感觉。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每个人有不断的变化出现，不要老说以前，像何超莲所说的老说以前的惨痛经历，对，而要展望未来有新的发展，我们可能愿意继续看下去。刚才我们分别看了一下他们每个人的职场当中的一些性格属性，我们也适时的做的这个 MBTI 职业性格测试。先说玛丽老师啊，玛丽老师是 ENFJ 教导型，他们是天然的领导者，受人欢迎而有魅力，常常得力于口头表达的天分啊，出色的传播工作者，而且他们讨人喜欢。你看，完全就说的玛丽老师本人嘛，还挺准的。来来来来来，看一下朱丹是哪个型。我跟何超莲是一样的。真的吗？我笑点。ESFP 型，外向、实感，他们与人相处的实际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从亲身的经历当中学到更好的东西。关键是这一点，他表现欲强烈。有魅力，我怎么看不到这几个字啊？对吧？有表现欲强烈，有魅力和说服力。你怎么不说他们热情友好、慷慨大方？准。好，我们说说徐艺洋吧。ISFP， 天生的探险家。他说这种人容易孤注一掷。你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吗？你应该不是吧？我主要是活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几条道给我选择，活到现在为止就这条道在走着。来，我们看一下涂磊老师好不好？你说涂磊老师是 ISTJ 检察员型，人是严肃的，相当有条理和可靠的。我这好像没什么缺点。工作缜密，但是很难转变。不准，一点都不准，准。来，我们来看到下一段又发生了什么？莫名其妙，妙手回春，看看花开，开天辟地，DHA， 哇哦 ！QQ 新原生 DHA 纯牛奶，自带 DHA 的纯牛奶。妈妈，我想到了，地大物博，哇，博学多才。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一首歌，那你唱给我听吧。角落好滴滴滴 DHA， 哇 ！QQ 新原生 DHA 纯牛奶，自带 DHA 的纯牛奶。角落好滴滴吹，头条将纸飞。QQ 新原生 DHA 纯牛奶，原生营养好成长，妈妈上班真放心。推翻吧，对。到底弄什么呢？你的特质，一个是168，这一点是吸引人的。然后他37岁，那么年轻是吸引人的。那但是这两点我们能做的就是穿搭呀。哦，他还要坚持。我还是觉得第一版脚本挺好的。咱们这样吧，要不然就改回阿飘老师说的建议的美妆，好不好？完了，这是提升紧致、抗衰、护肤。对，那你抗衰这件事情吧，你要真的做那种知识型，我觉得没人看。瞬间有效果，我就会买。我一个朋友也做达人，他就是做这种干货知识型。
他做了三四年呢，就涨粉特慢，来不及了啦，快快快，往前看往前看。我觉得现在我们是炫在里头了，其实不用非要就是把它穿搭怎么怎么样，就第一期现在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人立住，个人 IP 强 IP 先突出一下。定人设无非就是把你身上最吸引人或者最感兴趣点拿出来吗？那你现在身上哪个点最吸引？就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放弃过我自己的追求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很爱我自己。姐就是女王。对，那是绝对的。你现在最明显的人设就是37岁那么显年轻，然后还那么美，就把人家说肤浅了。他只是看到自己要看。他卡死到这里了，就是卡到了一个，就是37，就是这个地方就出不去了。因为我们俩现在了解你太少了。嗯，你可以多讲讲，可以抓我个性上的东西。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嘛？我们先了解。独立女性，我从生了孩子就没有离开过职场。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是独立女性。对呀，就是不就说嘛，要不大家来干嘛？在独立女性上，你没有特别之处。我没有说我要特别之处啊。那我们现在不要挖你的特别之处吗？烟呢？你可以再讲讲你自己的经历。拍戏啊，然后做品牌啊。那我见过拍戏做品牌的人太多了。我见了这么多人，我比你见的人多多了吧？我觉得应该就做我们这圈的人，我没有见过，就是又拍戏又能做这么多品牌的，已经很少了。都做得很好吗？都做得不错呀。年销售达到多少？哇，明显带气。年销售这个，创业女性的角度，他不是应该把他的好处放大吗？他为什么要一直质疑别人？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只能说他真的好真性情哦。因为像你这样的演员也非常非常多。你不了解我。我觉得不尊重人，这个是我的感受。对啊，你看他刚怼了那个阿飘。然后现在要怼他，他就反复是这样的，你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有什么什么，那不那多的是，你再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每次说了就否定。哇，真的，我觉得充满了冒犯。一个人的性格真的是害死一个人，害死人，真的。我觉得不过再冲击就是回来的那种，陪你受的伤那可能再长一点，噔噔噔，一字再出来。你太懂我了，就是精确到0.1秒也要给他挪一下。对，你圆圆情商太高了。我们刚想了第二套方案，是，就是我们想到的，就我们的账号名字叫做今天登登吃了吗，就是我的女儿。嗯，然后我们的开场就是每次问她说要不要吃饭，她说要，然后中间就是一个我做辅食的过程，最后就是她都不吃。她表现力没问题的，但她长得不是很好看的那种呀。你不是说没他长得好看吗？的确是，虽然这么说，但是没有听到妈自己这么说的，一般的妈都会跟我吵架。你们这套方案打动了我，打动了我，谢谢。好了，来，我们来一个转接仪式，恭喜大家，谢谢，痛哭流涕，恭喜大家完成了策划，谢谢。我觉得我们就是先停一下，脑袋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一下，对，陷进去了已经，可以的，不然的话就老卡在这儿，陷在里头，情绪也不好。我们回家想吧，好不好？你也赶紧回去，我得去搬家，我估计我得弄到后半夜了。今天，拜拜，辛苦了。我们把基调定好，想好了我们就很快。好，加油。哎呀，我把他的视频全都搂一遍去。哎呀，再来电。哦，他们住在一起、啊。对，他们仨住在一起。Hello， 宝贝，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呀？
很不错呢，同事们啊，今天都夸我肤白貌美，大长腿。对了，宝贝，今天你喝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了吗？记得每天都要喝哟，它可是100%生牛乳，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的，而且还自带 DHA， 可以促进你大脑和视觉发育。你看妈妈长得这么高挑，从小就爱喝牛奶，现在的牛奶营养更全面，一定要多喝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哦。嗯，我记住了，妈妈。那你要好好工作，你要照顾好自己哦。好嘞，爱你，拜拜。嗯啊。我来了，夏天也来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家里是怎样面部刮痧的。其实可以零成本不健康的自己在家剪头。那么他也挺认真的。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参与上班了妈妈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职场见解。愁死我了！哎呀，我要写策划。这样我直接语音哈，你们可以放着听。干活的时候，是这样的，我琢磨了一下，在人设上呢，我们就是设定我是一个168，然后37岁的辣妈，自带气场和 BGM 的女王，然后我的穿衣风格就是女王。哇，最讨厌这种60秒的语音。一颗心，然后我的那个行事风格、穿搭或者护肤的这样的内容，为这个视频去服务。快，该发了！这值得纪念的这一刻，今天老板要发第一条视频，我们三人一起点，我们三人一起点，三二一，点！耶！你唱的歌，哇哦！安抚着我的耳膜，故事也有经过，主角就是。刹那从不错过。哎呦，真棒！哎呦，我好感动啊。Hello， 张老师。你们准备好就可以拍了。直接来吧，我们准备好了。不要痒啊，对，一定要含一点，然后这边头发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使劲拍，使劲拍。对。看镜头，别看我。什么时候开始？今天下午。今天下午。好。可以，我觉得可以。我们完成任务了，收工了。你们是都拍完了是吗？对。我们现在连稿都没有定，我赶紧走了，疯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动，现在 pretty。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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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奥利给，奥利给，拜拜。Hello， 圆圆他们今天都已经发视频了，看得我好着急啊。大家都着急啊。嗯，咱们赶紧定下来。但是我觉得不要着急，我们先把心安定一下，我们慢一点也没关系，但首先是聚焦一下，大家要达成共识。对，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很多女生都很关注头发类的，然后就美白变白，变瘦，这是大家都喜欢关注的。美白变白变瘦，那么多美白变白变瘦的，他有一个得有一个强属性给他。哎呀，他真的不是我们的受众，不是，这跟你的受众没关系。美白的那么多，我为什么非看你？那你说的其他，你说一个我要拍的。比如说我看到你的，就是你气场贼强，就啥就是姐就是女王这种气场，所以我说我们聚焦的就是你在。姐就是女王，那没有人看你的。你的女王不是说你得多美多漂亮多那个，是你内心很强大。比如说你面对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分手的时候，一个女王的回答是怎么样的？哎呦，哇！那成了情感号了，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你的。我们不要做情感号，我们要锤，就是美妆，不做情感号。这三个人凑不到一块儿。
是这样，你教别人幸福这个东西是教不了的，这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的。我的性格是这样的，那别人不是这样子的，你让他伪装，你让他去学你是学不来的。对，这个很难，但你让他学你去梳头发，学你去穿衣服是可以学来的。因为现在我是博主，你让我做那个我不适合，我不想做这种去讲我的。可以，你不想做这个 OK， 我们往下一趴好吧，不要浪费时间。就是你后面那几个字不能说，对，我们往下一趴你可以，但不能加那一句话。他否定别人可以，但别人不可以否他。对啊。美妆和你搭配，你觉得哪样是你最擅长？我两个都可以，真的都可以，我都在做。但说实话，你做穿搭还行，你做美妆我真的就是我现在看不出点。你做穿搭至少你身材高挑漂亮，穿出来好看，你做美妆我真的看不出来。美妆你肯定看不到，美妆看的现在就是干货。你能输出的干货有那些现在我们关注的那几个多吗？哎呦，有他们专业吗？我觉得我们不用。我们为什么没有呢？你太逗了，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你又没有跟我生活到一起，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我用的东西太多了，我太知道每样东西。如果有的话，你自己之前做的那些就已经很好了。对呀，我很，所以你怎么可能说我没有呢？我没有，我干嘛在做？而且我那是纯分享，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广告，全是我自己用过的东西。你的自信就是让我有点不太舒服。